英台，七嫂，英台，你有定在做饭请我先。七嫂，请坐坐。哎呀，这文章写得极其美妙，用的讲是妙笔生花。要那这书法嘛，又另外又干净。真是必造良相，七嫂过奖。应该，七嫂也无读过什么书，对你是十分的佩服。也毋过，以一个查某囡仔人来讲，你的学问算起来是已经袂歹啊。也毋过日后总是爱嫁人啊，你就莫搁再舞文弄武。七嫂，自由随同家庭中，朴素是彼此的文章。应该在上家庭中，大哥当将军赞扬，青年在花头天，心为如此。是洪了公婆的命令，要来劝你。哦，公公打算托媒为你洗亲，婆婆命我来劝你，莫搁再舞文弄墨，应该好好啊学习女工，等待通我做新娘啊。我唔，因为听说杭州有名师，我决定要拜名师，学得高深学问。你是讲，我要去杭州求学？袂用的呐，公婆一定袂答应的啊！我亲自来去求爹呢。应该。爹爹啊，母亲。你明仔日你跟你八位大哥比，你是一个查某囡仔呢？奇怪的情人对爹娘讲，自古也有。也是应该。
派去的。英台，你是个千金小姐，你用大门不出，二门不迈。你若是出外读书，跟遐查甫囡仔做伙，敢是你白害得咱足家门风？哎呀，冤枉！你别讲，别讲，我若安在，我绝对唔答应。公公，公公，请醒哦。哼。公公，媳妇来提起着一件三年前的往事，公公你都袂遐尼啊生气咯？很谢，到底是啥物往事？你紧讲啊！是，公公，三年前，欣凤公公要做六十岁的大生日。好心娘娘，那比狗的呀？那还是狗的。啊，迄个阮姐姐因后生丁文嘛，文妮过来。丁文啊，几年也无看娘娘，这大汉啊，不但这么大汉，你看伊的面嘛，甲伊娘娘是照同款的。恁是咧笑啥呀？爹爹母亲，是努力应待。不，当年英台改扮做男装，恁两个老大人都袂认的啊。即马卡出的是予英台，搁再改扮男装出外去读书，别人一定嘛袂认的。官威啊，你得答应嘛。好啦，别去倒去啦。我跟你交代哦，出外都爱谨慎啊！祝你
心动，心怀无限，但小众，小子啊真观看，恩师金榜，尊姓大名，县乡何处，又往何方呢？在下就应该上武关就家中人士，这次出门也是要往杭州读书。你我两人既然志同道合，何不各位兄弟一同进去呢？看伊人品清俊，斯文儒雅，分明是一位正人君子。我入万南庄，客居异乡，会当甲伊结拜，日后也好有一个照应。会当去游行，义结金兰，乃是三生有幸。只是旅途之中，历代相争，只有好人，你我会用你插柳为乡。柳荫几下金兰亭，三娘的娘为娘，宛如东宝爱娘，苏林蝶讲这么爱花，袂输那糟囡仔嘞。叔舅，哈，你老白讲什么？什么人讲我爱花？这爱花，我是打算要送给苏淼。你若笑我，就敢那笑苏淼同款。你敢对苏淼不敬哦？哎，不不不，误会误会啦。我哪会敢对苏淼不敬嘞？我们来走。哎，等下，哈，你打嘴要创啥？这下昏要还相公洗身躯的啊！呀，迄也毋是啥物重要的代志啊！我来甲你讲。哎呀，有话你就讲啊！啊，阮家的相公，甲你我有相公，情妇就照甲你得意，伊来看东，看你心胸，心嘛贪东，心嘛心贪东。伊会摆风甲你捣乱，咱的相公呢？我伊相公不我袂办哦，伊无兄弟趁，趁的孤单，自救家中伊都认啊认定阮，认啊认定阮，风烛在我结，结连金兰。我伊就结咯，结个金兰。啊，恁兜是有几个兄弟？我顶啊有四个大兄，下啊有九个小弟。哎呦，阮厝内瘦甲连饭嘛食袂饱，唔知去娘家做主动。人我本名嘛唔是做苏九呢，迄是阮相公听讲我有遮尼侪大兄小弟哦，专工替我号这个名，叫做苏九。恁兄弟啊，未比四弟弟，金兰酒重情义。原来你
全部当作是知己啊。只有知交会关怀你，若不记会拜，你会后悔的。好啊，那安尼，咱即摆就来结拜。天来为证嘞。叫你舅哥，我叫你银心啊小弟，舅哥，银心啊小弟，起来起来起来。上讲的病安怎？你放心，周老师有请郎中去看病啊。刘上讲只是染着风寒，无什么要紧。哦，小姐，我听师舅讲，刘上讲的身体一向真虚弱，因厝内又搁真散食，这一摆伊敢若早两领旧棉衫穿袂烧，唔才会去寒着。林心。咱将迄领虎皮油摕出来。好。银心啊，小弟，小哥，阮相公的病已经好啊，叫阮遐这领皮油来还叫相公。干那行这领衫尔，还佫有其他的代志哦。这相公若是倒转来时阵，你再替阮相公解释多些。哦。安那，无别项代志啊啦。我袂走。舅哥。心中，你我结拜，情义重，有事尽管问端详。彼几天，相公重病重，接相公亲事汤药，心情悲伤，无像兄弟。情义重，亲像翁仔某的情义重。此事刘相公伊安怎讲？伊接我是一个戆主动。人心看你不是戆，只是无了解。阮迄个足相公，人阮相公厝内有真侪兄弟，阮月甲安仁因贪污如利，
上讲自由，就予人当作女儿痴。个性温柔，你何必多疑？原来是安尼哦，你言点痴，我这个戆子懂哦。不该怀疑迄、那个赵相公，人心嘛，小弟。周老师也较有学问，三言两语就解我疑魂。你搁咧乌白讲啊？我要哪会敢甲周老师比？参见相公，祝老，你来来这？都安宁咯，破病甲真严重，袁月光叫你紧转去，托我伺候袁月娘啊。相公，三年的学业，只剩一个月就结业啊！啊你，为了母亲的病，我嘛无法度顾虑遐尼济咯。娘兄，我即马即刻就来禀明老师，明日。客厅回家。Oh,
本当来对伊讲啊，未记受得阮面花狂。想起个心头动，沿途才见来打比方。想啥你唔知影，我连刚才甲你讲。Yeah.
小英达。相公确实是贼王自大，看起来阮小姐苦心是白费的。嘿，你是嘛小弟啊？啊，你一个人徛咧哭哭脸，是伫讲啥？舅哥啊，哈，啊，迄、那个房啊内面是啥物啊？哈哈哈哈哈！遐都问，当然嘛是死人。我是讲恁娘相公啦，敢那房啊内面迄个死人咧，警察伊敢那计会晓喘气尔啦。心事，唔知通讲也唔通讲。现代有话，但说无妨。小弟有一个胞妹，名叫九妹，想要许配娘兄为妻，不知娘兄意下如何？这个五点六婆，乃是阮祝家的传家之宝。如今小弟将伊送给娘兄作为信物。Thank you.
七嫂，英台，这两年来你改变真多。无啊，搁讲无，你的举动拢在七嫂的眼内啊。就是你看你，也是将刘三撇开，放好袂记哩。小姐，小姐，小姐，迄、那个清官大夫王马兴又搁叫老媒婆来要替因囝妈文才提亲啊啦。谁来过来？爹爹，唔是已经拒绝过两摆了？这马家实在是真够贫配。当年公公阿妈很有过节，所以两摆来提亲，公公我嘛拒绝伊，竟然还阁好意思来。小奶奶，这一摆冤家已经答应婚事啊。林心，你是讲冤家应答应上小姐许位阿妈文才？因为妈文才用足足两年的时间，发挥了真多的能力。要将两件价值连城的宝物送给冤家，冤家一个感动就答应婚事啊！爹爹，母亲，英台，你阿爹已经将你的婚事匹配给马文才，你知影吼？努力知影了。爹，这件婚事努力无同意。叫爹将婚书退掉。你讲啥啊？英台，马文才乃是清官大夫王马兴的独生子，你若是来嫁予伊，以后千金百银，享受不尽的荣华富贵，这闹什么唔好？都是伊马文才当场读书，知影是一不合武术之人。而且家中米切相困，女儿绝对不嫁这种人。女儿伊当初好友刘三平，既结金来，已经亲口欺婚，从今会许配何伊咯？你是好大胆，你敢私定终身，把害我接该门口。我呀，有啥物话我哪讲，你莫生气。马大婚事我已经答应了，娶亲的日子也已经决定啊。你要嫁也着嫁，你唔嫁嘛是爱嫁，绝对袂改变。
有妖女娘保佑，就将女儿卖给马文才。女儿心不落，口不落。你讲啥？女儿娘死也不嫁马文才。你不嫁马文才，你还要想是要嫁了牛三撇？牛三撇，你真好大胆！你敢拐骗我查某囝，还佫交因马文才，你还要带怪物来嫁啊？我要看你到底有几粒土壳！哼，别惹我生气，也若无嘞，我就明着侬提我的名帖，将伊送一官府，我甲伊关到头门的吹小白，嘛要判伊去枪棍。姐，刘相公来啊！元月已经变老管家，请去楼台奉茶，等候要跟你见面。爹爹今日温存我跟娘要见面。是啊，啊不过，老爷讲你若是为着刘相公好，就要劝伊对你死心，啊若是无，卖口讲。变化，什么变化？